家好，我是阿曲，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那今天呢，一样是为大家带我们的《中友之心：伟大战争》。那这款游戏在上市看到的，就是观众留言，我发现有可能会有一些观众会想要看历史部分的介绍。那我就觉得有一些观众有可能也不会想看，那我想了一个方式，就是我会把它剪到影片的最后面，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都可以翻到最后页，最后面再去看一下它所呈现的一些历史的介绍这样子。好啦，那我们今天就继续我们这个 episode 继续游戏咯。这款游戏真的非常非常棒。 Thanks to support from British forces, the German plan failed. The front line moved back to the north, and with the arrival of winter, froze. Soldiers holed up amid a vast labyrinth of trap.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上次看过的地方。然后好，躲在这里就对了。哦吼，左勾拳。这地方有点稍稍的重复，是因为阿曲我还在摸索，看哪个断点会比较好，因为毕竟没有入过这样的游戏。因为说 RPG 的话，阿曲会比较熟悉啊。哦，好，看来这一次应该好多了。就是刚才说的壕沟战，对不对？哦，我们要注意时间，然后随时随地的争取每个 timing。哦，他是要叫我引爆东西，是不是 ？OK。哦，有很多炸药，我们拿一点。人哦，是谁？他在哦，一样没有电。哦，是谁？要接这么多是不是？等一下哦，我知道哦，要投给他是不是 ？OK， 给你。哦 ，Good nice。哈哈，再来。什么？你要两个？等一下，你说什么？你要两个、三个、两个？哦，好啦，那这个没有用啊，丢掉。竟然这么的难搞。好好好。欸，其实也不用爬上来嘛，就直接从下面丢给他就好啊。喂，天真哦。好哦。再给你。难道是这个？这个是四个哎，你要哦？哦，而且他在讲什么话，我都听不懂。我又被骂了。等一下，不是啊，你明明就讲。好好好，那先就给你这个。你这家伙哦，我知道哦，我知道了，我完全没有帮他移动位置，是我的错，我的错，我的错。怎样？我觉得我要帮你先移到这里来，然后再丢给你。哥，好，一起转。小鸟又跑出提示来了，我没有这么的没有用，我已经知道我要干嘛了。然后借给你，然后我就完成了，嘿嘿。哦，超级开心的哎，完成了这项任务，他也可以好好的去干些什么，呜，蓄势待发，好 ，Go， 哈哈。这就是我们胡子大哥，胡子大哥应该是胡子大叔吧？哎，哦，是上面的路被炸开哦，我们要爬上去，然后走着有点斜斜的路，
然后这里又是哪里？走这个，这个可以拿，就是，噔噔，库克军刀，然后是组成印度殖民军队的英国单位使用，是帝国军队的象征。厚重弯曲的刀刃即可用于攻击，也可以用于切割，有点像是小小的镰刀系统。原来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Doki， 我们啊，怎么，我们要 fire 啊 ，no， SOS。你在求救吗？哦，可是刚才那个，你不是被我炸飞了吗？哦，感人的重逢在哪呢？好啦，帮你 ，Doki， 真的是傻傻的哦。有没有受伤啊？哦，啊，还有说想念我，帮他把脚镣剪掉是不是 ？OK。你解放了。我们要再去夺一次旗子，对不对？他是德国军队的。怎么了吗？我们两个要去投靠他，是不是？要去找他 ？OK。Amidst the never-ending attacks and counterattacks, Freddy and Emil hunted the elusive regiment. 弗雷迪和埃米尔。弗雷迪和埃米尔，好，我们记得他的名字。弗雷迪，怎么了？这是。On April 22nd, 1915, chlorine gas was used for the first time. 毒气是不是？你们怎么会？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过去吗？Doki 可以。Doki 去。Doki， 你有办法把它弄过来吗？哦，可以。哦 ，Doki 好棒哦 ，Doki。然后摸摸你。没有啦，我没有要叫你待在这里。解锁新的日记，看一下日记。然后看一下我们向这该死的军队驻扎的比利时禁军，至少我们并不孤独。我遇到了一个有趣的年老的法国农民埃米尔，但如果我知道他的女婿是德国人，我不会和他说太多的话。多么疯狂的事情！每天夜里我都能梦到你。所以当初他的老婆是被德国人炸死了，是不是？然后今天德国人入侵了圣米耶，幸好军队放过了农场。我和维克多躲在地下室，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然后至少我赶在炮期间找到了埃米尔，希望他躲过炸弹的轰击。他给我那封信让我内心充满了喜悦。玛丽没事，维克多长大了，那才是最重要的事。然后有什么东西？然后他们还能再看吗？应该就没有太多的东西了，是不是？好，然后就讲，就是他在，我们就是其实都是他的日记解锁，都是一些他的独白啦，其实大家都知道巴拉巴拉的这些话都你大概都会知道，因为我们故事已经发生过。然后这里是要把那个东西吊上来，是不是？要怎么做呢？不行，开，没有办法再过去了，是不是？还是我挖那个什么？我要挖，不对，我挖地下。对，我要挖地下。下来了。然后这个东西是
好，先拉过来，有什么用吗？先拉下来，再拉下来，然后可以哦，有点像是夹娃娃机，so good， 哎，不能上去了，那我自己该怎么上去？我自己该怎么上去？哎，那边的那个东西是什么？看一下。得到了，这是军牌吗？加拿大军籍的号码牌，然后战争开始时，加拿大军籍号码牌由较大的铝盘制成，这是一种临时盘，形状独特，很快这种型号就被标准的英国号码牌代替，与英国军队使用的一样。所以到战争的时候，还是会尽量统一化，是不是？即使是每个国家，如果有点像是如果达成了军，达成了联盟，然后可以下去吗？不行，因为我觉得下面好像还有东西耶。那我该怎么办？Doggy来。哎呦，想一下。那我好像有点上不去了，对不对？对，我上不去了。Tab， 事实，那这边我会剪掉，放在最后面这样子。先来念一下，然后我们得到了一点点线索。Doggy 将要在 ，OK， 我知道了。Doggy 将，不对不对，我们先让 Doggy 将上来。先用这样，哈哈，然后上去，不对，这样子。其实操作还是有点不太上手啦，因为阿曲真的是哪里觉得怪怪的。三是要干嘛？一，前进。Doggy 不进去吗？啊，我知道了，叫 Doggy 帮我推，是不是？有那么厉害？等一下，我要先让 Doggy 上来。另外一个提示也出现了，好。然后上来。Doggy 先，等一下，我要先爬上去，再让 Doggy 下来。好 ，Doggy，OK 的，你超棒的，然后要来，毒气系统，这么邪恶的东西，看起来就真的是令人生气的东西。先把你关掉。这是一个活塞。然后，有点像是把线路接起来，是不是？没有办法弄上去吗？等一下。大概懂他们要干什么。先这样吗？然后，这样，然后再把这个，等一下哦 ，Doggy 酱，你去使用那个，不对 ，Doggy 应该要先帮我用这个东西吗？这个东西是要干嘛？我们得到了一个口罩，
尿液浸湿的口罩应对毒气攻击唯一的办法，面具发明之前，所以这是一个面具还没有发明的时代耶。是用尿液浸湿的手帕捂住鼻子，尿液与手帕上的氯直接反应，减少毒气效果。这并不是最好维生的解决办法，不过总比全部吸入盐酸药好。也是啊，也是。然后都给你推一下这个东西哦，全部接起来了吗？还是怎么了？其实我有点稍微看不懂现在该怎么办呢。我知道哦，我们要利用推车，然后把那个活塞送上去，然后它就会刚好顶住这个东西，对不对 ？OK。其他东西吗？都给跑得真快，突然觉得我真的是一个没有用的老头子。看一下哦。推车的使用哦，我看懂上面是那个箱子啦，要堆叠，因为我们还不够高。等一下，我们有点挡住路了。好 ，Doki， 帮我把这个东西放下来。啊，终于，千辛万苦，终于好哦。原来解谜真的不是这么简单，真的有点稍稍的难度哦。终于，我弄平了，可是这边毒气还在外露。我们需要 Doki 的力量，对不对？斗鸡，我们有一个地方哦，我们要把它弄哦，它是一个顺时钟的方向，是不是？哦，不太对。看来不是这么回事的。好了，哦，看来我应该是推过头了。喂，是的，没有错，终于爆炸了！太棒了，太棒了！而且我们的对战友们都帮我把这个东西给放下来了。话说，我们的物品啊，永远都收集不满。叫我前进吗？对，永远都收集不满。看来是不是应该要拿点什么东西？对啊，好，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要想尽办法把每一个物品栏都找到啊？哦，轰炸的飞艇来哦，轰炸的飞艇来哦！走吧，走吧，走吧！哦，那个雷克佛吗？哼，不是大叔，你没事吧？哎。毒气！哦，竟然这么邪恶！还好。这里又是，我们需要 Doki。Doki 要怎么办？先把这个拉看看哦。看来是要请 Doki 先上去，是不是？还是先看一下这里。
他怎么？不对，我们现在不能。那个，找到什么东西吗？我先把这个东西放好了，可是我不知道这个要干嘛。然后我先去挖你的那个东西。Toby。哦，得到什么东西？比利时军帽，比利时军帽很独特，就像一个大礼帽，但是帽檐被蟒蛇遮所取代。这种帽子后来被伊瑟帽取代，帽与襟翼可以推下遮住耳朵哦，就是那个可以遮住耳朵的那种帽子。帽子被称为伊瑟，因此比利时士兵聚集在伊瑟河的后面，拖延德军的推进。苏卡纳，哦。解谜探又开始了，怎么办？我觉得应该是拿这个桶子绑住绳子，然后再把 Doki 放上去，对不对？ Doki 上去，上去，乖 ，Good boy， 呜，超可爱的啦，怎么会这样？好，害羞，呜，又来了。我们是不是有时间限制啊？先看一下哦。SOS，SOS，OK、OK。等一下。先到达。OK。好，标记 ，OK 的。SOS， 哦，放下来。好，我可以上去了，然后怎么办？先没有办法剪开这个，然后用 Doki， 我们缺把手，我们可以去楼下拿吗？等一下，这个给我。不行。怎么办？有什么东西吗？因为我们剪不开这里。Doki 来 ，Doki 去拿 ，Doki 拿不到，那你给我 ，Good boy。还是一样用斧头嘛，等等，不要，就是不要客气啦。对啊，哦，胡子大叔就是专门捡铁栅栏的地方，然后 Doki 跟上 Doki， 哦，等一下，开路，我们快点，哦，来不及了，真的很阴险呢，你们。哦，那是什么？嘿 ，OK。不要撞我，不要撞我们啊！来了，援军。Her name was Anna, a Belgian student living in Paris. She was hard on the trail. 所以她只是一门学生，是不是 ？For once, fate smiled on them.They were all going in the same direction. 哦，胡子大叔也太帅了吧！A German squadron. 啊，被发现了啦！可恶，竟然！什么？我们现在要干嘛？哦，我们要操控车子啊 ！No！ 我想说，怎么？不对，车要坏了！你们哦 ，OK 的啊，我们可是最棒的驾驶呢，哦，叫阿徐开车什么难不倒我啊！天哪 ！No， 车子要坏了啦，破破烂烂的了啦！
来了，妖精来了！哦，好。By the way， 靠在边边就没事了。哦，这音乐配的真好，好到想要吐槽啦！不要再这样，高潮迭起了好不好？哦，怎么有地雷？有地雷！怎么会？太阴险了！这，好，不只有炸弹，还有自己地雷，这啊 ，OK 的，我们要逃多久啊？哦，这游戏真的是真太棒啊！死掉了啦！爸爸，再来一次 ，OK。这一次我们要冷静一点，就是刚才太紧张了。其实悠闲的听着音乐还不错啊。其实我们只要操控左右键嘛，噔噔噔噔噔，有没有？我们就跟随着音乐就去摇摆我们的身躯。哦，而且还有刹车声呢，噔噔噔噔噔噔。嘿嘿，啊，我们躲过了啦！哦，所以我们只要尽可能的不要被炸到。哦 ，no， 胡子大叔，你没事吧？哦啊啊，米娜是军医吗？他哦，他胸部有点大。哦，这不是重点吧？1915年4月22号，迷宫。啊，好啦，那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 episode 先到这里好了。哎，天哪，我们又不知道去哪里了。好啦，那今天的实况就到这里喽。伊普尔战役。伊普尔在比利时是关键战略重镇，对英国来说更是如此。这是通往北部和继续朝英国的圣徒，加拿大部队被部署在最前线，他们对盟友证明了自己在战斗中的坚韧和可靠。6000位加拿大人在1915年4月丧生于战斗中。哦，这场战役就死了6000人，是不是？首次毒气攻击啊，真是阴险！1915年4月22日，伊普尔迎来了史上首度毒气攻击，5730个氯气钢瓶在顺风的前提下被德国人打开，氯气甚至通过衣服和胶靴造成眼睛、皮肤和肺部的灼伤，这影响的是毁灭性的。加拿大人发现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尿浸湿的手帕捂住他们的鼻子。哦，为了求生，连尿都可以使用哦。齐柏林飞艇轰炸，飞艇由德国人冯齐柏林伯爵发明了1990年。不对，1900年，但首次长途飞行一直没有实现，直至1908年，过了8年，飞艇并不比当时的飞机慢很多，被首次用来侦察，他们还可以用在更高的高度飞行，所以从1915年，他们被用于轰炸伦敦和巴黎的平民，是不是应该是很棒的交通工具吗？他竟然拿来做这么邪恶的事！他竟然只是用来炸一般的平民呢，你不炸那些政府的高官还是什么，干嘛一直把那个无辜的人民做就是受伤害啊，你们这些战争狗。据估计到1918年，德国人雇佣了30000条战争狗，盟国雇佣了20000只。战争狗是从野狗栏和警局招募来的，而且许多家庭还募捐了他们的宠物。狗的作用众多，如放哨和侦察、邮政和联络、设备运输、找到伤亡人员和炸弹，或当作吉祥物。被部署的主要品种是德国牧羊犬、杜宾犬和畜牧犬。就是都是那种牧羊犬类型的家伙们。
听起来就很能干。